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。来看一下，我们即将坐船从哈尔岛离开，很可惜，现在还有两艘船在两部游览车在那边等，必须没有办法坐到9:30，他必须要等到一点，所以这边的就这边等，因为车辆这容量空间，这是我们的游览车啊。那我们就正式离开哈瓦岛，在坐船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啊。来，那个就是马可波罗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个马可波罗跟你挥挥手哦。那个马可波罗，对，啊，东方游记的男主角，对，我们离开哈瓦岛了啊。跟镜头拜拜。旅行遇见新自己，脸书幸福搜寻幸福克罗埃西亚，可以看到整个小编 Steven 为您介绍克罗埃西亚之美。好，拜拜。